咁我哋咧就正式开始我哋比赛嘅部分啦。咁我哋今次比赛咧就分为两个组别，就包括中学组同埋公开组嘅喎。冇错啦，我相信各个比赛单位将会施展浑身解数，务求令自己表现最好，用活力向各位观众显示出是次活动多元发展、会创意、青年自强、展潜能嘅概念。所以跟住落嚟咧，容许我介绍一下我哋今日比赛嘅评判团成员：香港教育局局长、政治助理施俊辉先生，百乐音乐学院院长伍乐成先生。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助理教授蔡泳贤女士，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简浩然博士，香港山西商会副会长张欢年先生。咁我哋不如容许下介绍我哋今日第一队嘅朋友，佢哋系嚟自港大同学会书院联校嘅朋友，佢哋今日表演犀利咯，系一啲舞蹈嚟嘅。系啦，爵士舞啊！系啦，咁佢哋爵士舞咧犀利啦，系表现出佢同学们咧青春活力、有自信、合作性一面。I'm